我而家喺港島嘅利東站，就喺亞利洲其中一個站啦。咁呢度就啱啱入伙嘅叫元朗，你見到佢嘅外立面 OK 嘅，個户數唔多，大概200多間到，細單位為主。最主要用嚟收租，車價最平嗰陣大概16000，最貴嗰陣大概22000。我哋可以入去望下。哇！唔該你啊，呢度就 lift lobby 都翻新緊，就係入伙噶啦。唔該你，其他樓就冇開。嗯，佢有冇擺傢俬？唔該你，我哋逐間逐間睇咯。呢個掛鈎就掛袋。呢間就274呎嘅一房單位，講緊就大概係500萬去到600萬啦，就連埋啲精裝。咁呢度有個露台啊，露台偏大嘅，3x1露台嚟嘅。咁變逼勁。楼与楼的间距不算特别大，厨房就 L 型的台面都 OK 的，下面就做过这些装设挺好的，都挺易开的，易拉咯，都挺靓。咁呢度就睡房 ，size 摆张床摆个衣柜差唔多，一个落地窗望出去楼。浴室，企理简单企理，正嘅，同埋佢收纳量都不算差嘅。佢呢边就咁样拉过去，似啲单位500萬到600萬买间嚟收租自己住，你又觉得点？欢迎留言我知，拜拜。